小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。少林少林，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。金甲第五艺，举世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。有九年历史，源远流长，少林寺美名辉煌。千年的古寺，神秘的地方，嵩山有路，人人都向往。无数的故乡，迷人的地方，嘉靖王朝，严嵩、严世蕃父子把持朝政。就在权谋诡计从京师向各地蔓延之时，江南成了倭寇的天下。倭患愈演愈烈，千里海疆同时告急。就快来了，这种天气怎么会下雨呢？我们到前面的村子避一下吧。外面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能出来。爹，我不想躲在这里面，这里面好黑呀，爹，我怕。没时间了，好，快走进去。报！报将军，曹军没有令。什么？按兵不动。就是要保护老百姓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生灵涂炭。出发，将军，请三思。
因你而死的，带走。是，走。坊主が暴れてます。なんならやっちまいますか。放っておけ。我らの役目は終わったのだ。雑魚には構うな。今すぐに双子島へ戻るぞ。承知。是不是也嫌你淘气，才把你送到庙里来管教的？我爹和我娘都死了。死了？怎么死的？
什么破衣服，太丑了，我才不要穿呢，我要穿漂亮的衣服。哎，你看这个，你都没有吧？那是什么？我娘给我的。月空，换上这身衣服，你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。等你什么都懂了，就可以回到你娘身边了。真的？嗯。那我就先换上，反正回家了，我漂亮衣服多的是。师傅，可是我叫月空，他才叫月文呢。无所谓，过几天我就回家了。回家后我还叫小福，月文的名字也一块送给你。嗯。名字不过是个称呼。比如我叫大脚僧。你们看我的脚大不大？那一个人和一只狼呢？如果你把狼叫成人，把人叫成狼，那狼和人有什么不同呢？没有。但是如果一个人外表看来就是一个人，可是他里面却有一颗狼心呢？长了狼心那还是人吗？不是，是禽兽。所以名字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心。我可就是长了狼心的人，我要杀了这些禽兽，为我爹和我娘报仇。仇？仇在哪里？在倭寇那里。仇在你心里。心是最大的骗子，别人只骗你一时，而他可以骗你一辈子。还是去参禅吧。师父，什么是参禅？参禅，参禅就是一个人不管他原来是人心还是狼心，到最后都有一颗真正的心。今天我要讲的是二祖慧可安心的公案。当年慧可拜见达摩祖师，达摩面壁而坐，慧可便在外面等候。那天天降大雪，直到雪没了慧可的膝盖，他一步也没有动。达摩微笑着对他说：我已经替你把心安好了。把心拿来，我为你安。你们俩出去。吃了，汗全掉锅里了，太脏了，简直脏死人了。哎，月空，我算不算是肉啊？我们可都是肉身呢。如果我掉下去，你就把我炒了。吃了我，全少林寺的僧人可就都犯戒了。啊！玉文，没事吧？玉文，没事吧？一点都不好玩，不知道我娘什么时候来接我回家。你娘会来吗？当然会来了。哎呀，你要对我好一点，你长大以后你不想当和尚了，可以跟着我混，我可以让你坐大马车，给你穿漂亮的衣服。我不坐大马车，也不穿漂亮衣服，我只想报仇。哎呀，轻一点。哼，你跟着我混，还怕报不了仇吗？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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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慢点啊。哎，好，好，走。什么？别打了，快起来！知道你们错在什么地方了吗？我是不是犯了怒嗔？你呢？我的心不安了。你们两个去达摩洞面壁观心，什么时候心安了，就不会犯错了。你说我娘连封信也不给我回一封，今天是我出生的日子，以前这个时候娘都会给我弄两个鸡蛋让我吃一碗长寿面，可现在我爹我娘都不要我了。你好歹有爹有娘，我的爹娘都没有了，你说我爹我娘会不会想我呢？应该会吧。那他们怎么不来看我呢？你们是在面壁思过吗？师父，要平心静气才能观心。师父，我问你，身是菩提树，心什么？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对了，小山师叔说我们要是没有参透就不能下山，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吃饭你们会饱吗？个人吃饭是个人饱，个人佛法是个人悟，你们参禅是需要你们自己悟的。师父，你就帮帮我们吧，求求你了师父。月宫，快点！师父，你就帮帮我们吧，求求你了！求求你了，师父，求求你了，帮帮我们吧！师傅！哎，奇怪了，看来师傅是不打算吃饭了吧？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还不简单，为了减掉身上的赘肉呗。师傅，我们给你送饭来了。师傅，
师父，今天一共是15招，比以前多了1招，还有一套拳法，你们看好。师傅，为什么同样一套拳法，一套棍法，您打得比我们又快又好呢？饭呢？师傅您坐。师傅，请用斋。师傅，快把你的秘诀告诉我们吧，我保证绝对不告诉别人。哎呀。你让师傅好好吃饭吧。师傅真小气。刘文，你把秘诀再告诉他一次啊。喂，师傅，我才是月文，他是月空。我们少林武术讲究禅武合一，动静合一，动重要，静更加重要，即使身体动似蛟龙，真如本性也应该如如不动，只有做到禅武合一，才能够动静合一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我们在练功的同时，还应该多参禅。这我都知道。只是参禅嘛，实在是太慢了。师父，弟子的意思是，你还有没有别的秘诀啊？明心见性。还不是一个意思。只要明心见性，才能通达无碍，天人合一。说归说，禅机到底在哪里呢？师父，我怎么找不到？禅机无处不在。谁？我是谁？谁也不是我，我也不是谁。方丈师叔，师兄。方丈师叔，方丈。什么方丈不方丈的？在师兄面前，我永远是小山。喂，是不是？师傅，方丈师叔，我们就先回寺里面去了。要走就走吧，走。我对他们两个是不是太严厉了？不严厉，月文怎么能忘掉心中的仇恨呢？心中有仇的那是月空，早晚有一天，他们都会清楚我是谁。到那个时候，他们就可以明了自信了。只要明了自信了，心中也自然清净了。是啊，他们两个的根气都不错，月空已经把心中的仇恨忘得差不多了，只是月文似乎还尘缘未了。姻缘一到，总有了却的一天。
走！将军，倭寇挟持百姓，怎么办？胆小鬼，你们都是胆小鬼！我不懂兵法，可是我知道兵是保护百姓的。少准备，他们都不是百姓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是。怎么又是你？戚继光，你除了会屠杀百姓还会干什么？他们是倭寇的向导。他们是被倭寇抓去的百姓。他们是与倭寇站在一起的百姓。像这样的百姓，我无法确保他们的安全。这只是你的借口。如果你的家人也站在这些人里面，你还会动手吗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一样不会手下留情。荆轲，你来告诉他，我们的士兵这次有多少死伤？这次战斗我们受伤74人，死了100多，还包括一个白族。你听到了没有？如果不是所谓的这些难民，士兵们会有这么多死伤吗？再告诉你一次，不要再跟我们捣乱了，否则的话，你想说杀了我，是吗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戚继光，居然连杀我都不敢说。你走吧。你别以为这样，我就会感激你。将军，我觉得这个女孩不简单呐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每次打仗，她都跟着。他会不会是奸细啊？他不是奸细，他只是在找他父亲。就算他不是奸细，可每次打仗他都来捣乱。将军，你是不是太纵容他了？也许是我欠他的吧。走吧，我们去看看地形，想办法杀了这些倭寇，山东也就太平了。嗯。禀报师傅，我们接到邀请，3月初3在宁波召开祭海大典，请师傅出席。祭海大典，听说还要解除海禁。解除海禁好啊，希望借这个解除海禁的机会将倭患一起解决。那师父准备带谁去呢？我和月空两个人去就可以了。那好，我叫月空去准备。想家了？嗯。听师兄说，现在浙江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倭寇，
不久前还打了南京，南京都被抢了，徽州也逃不掉。你知道徽州是我家，不知道现在家里都成什么样了。我要离开少林寺，我要回去看我爹和我娘。你不想离开吗？ 你不想报仇了吗？仇，仇在哪里？哪里有仇？难道你忘记了，你爹和你娘都是被倭寇所杀吗？以前我的心里是有仇，可现在，仇恨已经在我心里消失了。少跟我胡说八道。月空，难道你忘了，你当初为什么出家吗？ 我们知道这里设伏，将军，这里是浙江，在这里对抗倭寇，是不是先要禀报一下张军门呢？我们禀报张军门，张军门在禀报兵部，倭寇早就逃到海上了。可是没有朝廷和兵部的军令，我们擅自出兵，这可是大罪。我戚继光追杀倭寇，何罪之有？荆轲，在，立即找袁继华设伏。是，跟我来。 是浙江制台万大人，戚继光，你好大的胆！万大人，我戚继光正在捉拿倭寇，请恕我不敬了。你私自带兵闯入浙江，原本我可以为你开脱，没想到你居然如此不识时务，拿下戚继光！慢着，将军！戚继光，你想造反吗？ 万大人，我戚继光与倭寇作战，怎么会是谋反呢？此地的倭寇自有我来管，用不着你操心。拿下戚继光！万大人，我的士兵正在与倭寇作战，请容许我战后再行谢罪。将军！万大人，谁敢阻挡与戚继光通罪？ 带走！小二，上场。
师叔，我帮你倒茶。去结账吧。小二，麻烦你结账。好嘞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哦，哎，刚走俩和尚，又来一和尚。师傅，您喝茶吗？不了。小二哥，请问徽州怎么走啊？这就是徽州啊，前面不远就是徽州城。谢谢啊。谁呀？周爷爷，你是？我是小福啊，我是周志远的儿子。啊，小福啊，都长得这么大了。爷爷，对了，我爹和我娘呢？都是我给我娘的信啊，这些信都是我留下来的。那我爹和我娘呢？他们怎么样了？他们是不是被倭寇杀了？爷爷，你告诉我。他们搬家了。他们什么时候搬走的？15年前。那就是他们把我送到少林寺的时候。他们为什么要搬家呀？孩子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们是不想看见你啊。
戚继光，你目无军法，私闯浙江，拥兵自重，图谋不轨。